平安滑这个，在中央区在滑这个，滑两次之后去滑这个，然后坐上来，然后这边滑滑，滑到大概三点多，然后就这样。什么时候吃吃？滑两次就会吃，接着滑黑线，还是滑完黑线就会吃。画了一个门，哎，我要拍一下这个，看不到线呢。线在哪里？线在这里。好像是负13呢，觉得很死。禁止进入。一下吗？我还慢下来等你。我一下这个就不滑了。
啊，我没有，我没有一定要里面啊。好冷哦！我一定要戴厚口我以为是你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休息。对啊，什么都看不到哎，间隙太大了，我看不到。哦。就不知道到底风景是什么。就还好啊。还有那个汤泽高原。汤泽中里。汤泽中里。汤泽中里，我们那个蹭边边也那个也蛮算蛮深的、啊，有吗？你还记得吗？它这个好像有点乱。因为被别人玩过了、啊，本来很深的。停住，停得住吗？停啊！想办法拍一张，好，拍一张，好，好。你看，就是那个麻将哥啊。在唱那个、啊、很美丽的那一首啊，一个女生很怪的造型，对对对，还在播，好啦，去坐这个缆车，前面靠左。哦，学生大队来了，学生大队来了。不然我要去哪？啊，可以切了，可以切了。怎么了？
有盖子，而且盖子很新，新装上的。凌晨二十八。它很新，到我们。中间有，中间有那个，下面也有那个，它有没有电暖啊？没有。真的只有十大晚上才有。哦，好冷哦。都是哦，明天是首道，结果没有办法看到日本海，那不是日本海，那边往北是日本海吗？奇怪，这什么都看不到，但我都不知道每个雪场的风景，你想要雪还是要风景？晚上下雪，白天晴天，嘿嘿嘿，贪心。去打照片看就好了。好啦，就算这个又有不熟的人上来卡住停在中间，我们也不会冷死，因为有盖子。哦，可能他也就是玩这个，他就说哪时的缺点没有盖子，很冷。因为我现在最冷的就是屁股那一段，屁股有冷啊，我冷的是末梢，就是脚趾头跟手指头。嗯，手指有点冷。对啊，手指是冷的、啊。这里令和三年八月十八号抗菌施工季。这椅子很软哎、欸，舒服，很软一点啊。搞不清楚，怎么下面暖起来了，椅子暖起来了。应该是我自己的体温。这要做蛮久的，现在七的十七，十七的七。这个速度恐怕跟广东人一样快。就运气不好碰到了。强风了。真的不错了，他还开了。他要是不开的话，那今天的经验就会超级差。那么多的学生都卡在那。对，这台广东，这台好像没什么人在做，而且好像没有很高速哎。也因为是强风吧，他也把这个搞得很慢。通常这种规格就会是那个高速缆车。对啊，我觉得没有动画。嗯，的确是要到山上风还蛮强。就是这个拉到多高啊？你说这一台？嗯，这台你刚一下广东啦。大概往下五十公尺不到就这个。那这个没有办法去吃啊。哦。对不对？但是这一台有办法走黑线吗？这台下来的出口好像往左黑线，往右红线。有办法吗？下车的时候瞄一眼，它要是可以往左走，可能可以去到黑线。
废弃缆车站。没有，它的洞那么大，一定是缆车站，但是没有挂线，所以它是一个没有在用的缆车站。很奇怪的，没有线。四个缆车站，左边上你看、啊、那个是防风墙，看那狗走了。树不够多，只好自己搭这个墙大。有哎、欸，这边往左走就是黑线吧。那我们换一个红线。还有别的、啊？上半部有三条，其实就是走左边、中间、右边的差别而已。那我们一直都走左边，那这次走中间。啊？是吗？是吗？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看不到路啊。太阳在哪？好，你站在那不要动，拍一张。好，为什么拍照就有人来了？好了，我的手顶不住了。这堆学生的地方就是中间。我们刚刚走树的右边，现在走树的左边。继续往下跑吧。已经没有电话了。会通啊！我先打你的，我先打你的 line， 它是不会通的。哦，对。line 原本很做人家知的，打手机也不会通。然后你就打 iPhone 我也不能接，因为我在讲这个电话。但是为什么？应该是在讲电话，就说讲手机的时候网络都不通，不管是不是我打的网络照样亮，但没有声音。我是打电话，但他好像不是跟我讲在电话中。哦，因为我就是烂在电话中啊。
脚陷进去。既然都有照，为什么这里边还会有雪？是从下面喷进来的吗？好了两次，还是就滑下面最右边那个红线。我在下面最右边。就这边继续往下滑，有一个往右转的。这次就滑黑的，啊、然后滑。这红哪叫红啊？你显然不够红。它那里有红啊，很平啊。是也是啊。我需要一点热。哎，这个黑会很难吗？他不是说极限吗？没有，还好的，还好。他说那里是馒头，但是今天是选馒头，不用怕。而且急急没什么好怕的，又急又窄才比较让人害怕。那很宽的，我不知道它宽还是窄。很宽的。但是既然它绕成那样，我猜它不会很窄嘛。它毕竟这个雪场就几个雪道而已。怎么那么多人？啊？怎么那么多人？今天高校生是大主顾啊，有中学有高校。好冷的。至少两三个学校来，啊，一个学校又不知道几个年级来。有桃红色，有蓝色，有紫色，好多学校。哇，超慢的，要怎样？后面有还是前面有？那等一下就要左转。你觉得可以吧？可以吧。但是黑的叫一路滑，又要坐滚斗啦，你会不高兴吗？也还好，就要爬一下。那这里坐滚斗啦，刚好就是吃吧，就去吧，就去吧。那么快？那现在我要几点？不过这个雪场就这样啦。好小。就这样。还好。就跟那什么比大，但是因为人，他。狗都啊开的比我们那个是 NASPA 的那个很旁边那边跳跳跳跳的很高兴是 NASPA 吗？在汤泽高原我们是玩什么有高兴？我怎么现在对我现在汤泽中里跟汤泽对 NASPA 比较印象，我怎么忘记汤泽高原有什么？汤泽高原在上面哦，汤泽高原就是坐了狗都啊上去就一直在上面一直重复哦，那我比较不好玩。因为你那时候觉得不敢走那个黑线线啊，虽然应该是可以，但是你脚在痛吧？还是这样？哪有？有啊，我们最后是坐缆车下来的。汤泽高原是你说那个一直有学生会停下来的缆车，你说不要坐。对，
但是下山黑线我们没有滑。哦，那是怕啊。对啊。我猜他不要黑，就是只是窄吧。不挡车。哦，所以你觉得没有滑到他下山黑线有点可惜？也没有，我只是说，要说我有没有滑过，我只能说我没滑过，就这样。哦，那你应该早点讲，我们就早点来试啊。没有啊。因为不然那个对我来说就是一直在上面一直重复。不过也还好，我觉得在上面有没有露眼片啊？还不错，它的波拿来练习不错，其实蛮宽又可以露营的。你流鼻水啊？嗯，我刚刚中午只有用一张纸而已，还好。那我以为是吃药有效，但现在我也在流鼻涕，是冷的度数。左边的血没有变成菇的潜力。树上的雪，嗯，有一点要变菇又不变菇，太大块。哎，那里有人在走路吗？在滑。那是滑还是走？好像是走路哎。啊。走加滑是很臭吗？不是，他的雪板是那种后脚跟可以离开的那种雪板。我以为是何臭在侦查地形。你看有没有那种后脚跟可以离开的，它都有那种高贵之滑法，有没有？你对吧？有些日本老头都用这种的。会跪下去，跪下去。对。刚刚那三个老先生是没有搞清楚他们排的队是去补人家空位的队吗？很讨人厌。你觉得是吗？我觉得他们是装死。而且我差点想去跟他比说，这牌子一个是要戴口罩，一个是要不要讲话，在那边给我一直讲话。对啊，很讨厌。要不戴口罩，黄色那个没戴口罩。嗯。现在规定就是要戴就戴，不戴讨厌。你看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有办法想象以后坐电车满满的人，然后像以前的日子。什么坐电车慢慢的人？以前来玩坐电车就挤，但是也不会戴口罩。现在这个口罩要戴多久？嗯，感觉这个病不是、欸、SARS 当年是消失哎、欸，这个感觉消失不了啊。对 ，SARS 是消失。因为 SARS 的症状非常明显，发烧就是中了，而且中了没办法撑。不会出来祸害别人，那个中了就是很危险的，要病危。SARS 呢？ SARS 啊。他自己翻哦，他有点起的有点慢。是他慢还是真的要翻？现在是几点？他说自己 safety 翻。他说自己是要翻的。对啊，这样走得到黑吗？啊？是黑。前人的路，
往右边。松雪，松雪，他说这个叫 Cob 啊，那馒头啊，那就是雪雪凹凸而已啊，蛮松的呢。所以现在太阳出来了，视线很好。你要绑紧吗？绑一下。它有数字，我们从14滑到17滑到14。嗯，上面很松。都紧啊，以你自己觉得 OK 为主啊。后两个不要太松，也没有要你太紧。我看到撞击事件了，两人互撞啊。对啊。通，有点右转左转左转右转碰到吧。对啊，或者是后面往前，后面往前撞一块慢。很松啊，刚你有发现吧？这一条很松啊。哦，我是说雪很松。红色的滑法是左右转来转去，黑色的滑法可能直直的往下冲，所以撞到红色的吧？对啊，它果然是直直冲的滑法。跳跳兔啊！啊！我现在在考虑啊。啊！我鞋子就紧的、啊，我现在只在考虑有没有办法跟在你后面拍，还是我先下去帮你拍。跳跳兔啊！好，你滑，你滑，我跟着了。来，但是你还是可以一路切下去。Thank you.
好像不知道多久就要开始直冲欸。下面有很平吗？照一阵吧。是啊，才滑到九，后面还有，不知道这雪好像不深欸。该不会是又窄又陡吧？稍微陡一点点而已。啊？还是太手麻掉了。你现在手麻掉？你转转看啊。然后就没了、欸，然后就没了、欸，要留一点加速往左冲吧，有点太远，往左走，你看那人在推，你装小胖就往左边冲这样。
四年的苹果派。会社 D8 ご利用のお客様へ、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防止対策として客車内の換気を行っております。乗車の時の際は間隔を空けてお並びください。现在量应该直接走下来。
点多啦，就得去吃了，因为三点半多就得回车上了，所以就是现在去，没有问题。我要把那个麦上去。为什么？因为我怕这个出去也太大。哦。啊，去那一间。那我们就可以，刚刚这个应该好。之后可以停啊。哦，那现在要不要关？你怎么现在又一格一格？